回乡做境内所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咱全天必胜宫为咱所提供的节目，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咱讲中秋节啦，总共四天的假期啦吼，嘛算是圆满啊啦吼。啊，讲该食该啉该佚佗的啦吼。啊，去讲吼去倒位啊佚佗，去对佚佗偌赞啦吼。迄拢留一个印象啦吼。啊，过来咧都啊认真拍拼吼，该读书爱读书，该上班爱上班。社会每一个人都是要归位啦吼，该做什么就是做什么吼。来，今日咱来安排一对，平常时也都拢袂歹听，听了家己嘛真好诶吼。半点禅，邀请咱的道亲做回来欣赏。半点禅。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。半点禅，半点禅。人讲杭州灵隐寺内底吼有一个对联，然后什么款的对联？这对联吼就是讲人生哪能多如意，然后讲人生哪会当偌如意？万事只求半称心，然后这对联语言朴实。却是富含的很多的哲理的哈，特例，就是讲半称心，好半称心的生活跟知足常乐、随遇而安的心态，还有这个林语堂先生称为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生活理想，然后半称心不是无奈跟消极哦。吼、哦，也是一种的豁达跟智慧啊！吼、哦，就跟那都姐安尼讲，自古人生最寂满，半贫半富半自安，半命半天半居遇，半取半舍半行善，就是这个吼。他都咱咧听一段曲啦吼，讲半聋半哑半糊涂，半智半愚半圣贤，讲半人半我半自在。半醉半醒半神仙然后、啊、所以讲到吼，这个半亲半爱半苦乐，半熟半禅半随缘，啊，就这块吼，啊，这块度假吼，咱他都要听到这种吼半点禅的意思，啊，所以讲吼，
杭州啦吼，啊是讲咱不管讲吼，咱有偌济人啦，人生啦吼，假语啦吼，读个汉语足济啦吼。啊，咱呢可谓做一生啦吼，哦，咱人生活简单就好，吼，一世人，啥物叫做幸福？啊，讲起事呢，有讲有笑，暗时困会好，安尼，啊，啥物叫做智慧？讲安排会当做的代志做啊好，啊无安排的代志会当想会到，啊这嘛算智慧。哦，算讲有安排的咱甲做会好，啊无安排咱嘛想会到。吼，啊什么叫做情商？吼，情商就是咧讲咯，讲话爱互人欢喜，做代志爱互人感动，做人爱互人想念啊，念想。好啊，想念都一样的吼。什么叫做正能量？啊，给人希望，给人方向，给人力量，给人智慧，给人自信，给人快乐。哦，啊，人讲心态不同，人生的境遇便会天差地别。啊，有的人讲快乐，啊，就是在平淡中呢，窥见了神奇的吼。那幸福呢，就是在讲平淡中藏出了真味，这种算是的吼。快乐不是生活的事宜，而是新的领悟。啊，咱讲幸福不是别人给咱的，哦，不是别人的馈赠，而是新的淡然。只要甘于平淡，不争不执，哦，不执着，哦，不计较，才能感受到更好的幸福。所以有人讲吼，啊，厝内底吼就是爱的所在啦，吼，啊嘛不是功利的所在，不可讲理。就是爱的地方，家是放松的地方，唔通冤家啦吼。家就是安心的归宿，都唔通安怎，唔通伫个内底面咧吼，啊讲庆功唔内底啦吼。那讲伫个外口，人都可以好好先生，但登个厝吼，大细人囡仔避了了，哦，就是讲吼，登个厝庆功唔内底哦，足歹吼，啊对大对细拢足歹。啊，那出去外口吼，人都可以好好先生。家就是最安全的寄托，也是感情哦不可欺骗的地方哦。家就是一个温暖哦，啊，讲话蛮冷言冷语的吼，啊，做大家互相来陪伴，生活爱安排吼，拄好就好，不要太急，也不要太满，好，不管做什么事，都要留给自己一点点空间呐吼，好让家己咧当从容转身，留一点好处让别人占，留一点点哦路。让别人走，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思考，然后人有代志拢爱会记哩。人生呢，留点余地。哦，咱讲得到的时阵不自喜，失去的时候不犹豫。哦，得失之间淡定从容，哎，就是好事啦吼。就甲半点禅呢，哦，都赶快的一点啊艺术啦吼。半点禅听起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啦吼。半点禅，哎，半点禅好听呢吼。来，咱今嘛呢吼，啊，感恩啦吼，咱的孙阿叔姐对咱的节目支持甲爱好。那八月半过啊，日子赶快爱过啊吼。啊，逐工呢，逐工嘛就爱用欢喜心，咱只我都过个快乐，你讲是不是呢？来，咱来听一段母牛的圣歌。咱的师姐讲，听母娘的圣歌吼，会足感动的啦吼。一天呢吼，那播一段曲，还是两段曲是母娘的圣歌，他都觉得很欢喜呀吼。来哦，师兄这座来收听一段五秒音声人心团。
五秒音声，咱就甲听一段。啊，咱遮有一段圣文啊，吼，来讲予咱的道亲呢来了解一下呢。为什么呢？吼，咱讲天上的新鲜下降也好，落架也好，拢总呢讲一寡这个圣文、诗文啊、乱文啊，吼。等下咱要讲讲，徛伫个无常的边缘台啦。咱即马就是啊。咱即马都徛伫个无常的边缘台，来看美国啦吼，有这么多、这么多人得到这个武汉肺炎吼，啊，還有这个变种的吼，这种肺炎，包括呢吼，美国总统吼，啊，甲伊的这个啥总统夫人呐，就身躯边的大神呢吼，我那同款，那无多一个我都闪避，吼，啊，就是无注意了闪避未过吼。咱就即马就是像安尼同款的意思。那天上圣庙呢？为什么甲咱讲一篇？讲咱世间人呢？即马拢徛伫个无常的边缘台啦，哦，无常的边缘的台，哦，无常的边缘台，唯一灵恶，哦，就是咧讲你要将压，唯一能长的是眼前，然后一旦将压的就是眼前。伊讲自证其义就是定，见境不生贪爱乱，精心达到善德生，心灵细空好修定。讲再进再退就是精呐，该灵也是四灵人呐，就是咱今嘛解灵还是四灵人嘛，知进知退就是你的精神所在，你要知进知退啊。伊讲行诸怀空世间理呢，生老病死人生道。人的欲爱像僵尸，迷醉执着自己定啊。讲贪嗔痴欲，紧脱离，看淡清，看淡清开心心意啦。机末世代大转化，就是咱讲即马三机末劫，叫做机末。寂寞世代大转化，换切世人不贪迷啦，演出修行靠得力，天人合一现生性，现生性，讲素食净心还波念，天人所过简单配啦，啊，就是咧讲到净心净念，轻无尘，渐无尘觉，染爱轻。克服习性气力用，心静不退道不精，就是讲到专一念处所目标，立心静处最善乱，心时刻刻无事结，正确观念烦恼无，解开心处地未过，心无念定必然开，这心一处好助力，保持安定与清明，世间万法皆障缘，必须了解道变迁，拥抱人生定境会，面临宇宙常变化，人命无常何其间，眼见红日耀世天啊，吼！所以咱今仔日讲到咱的，吼，咱讲圣母。因啊，有时阵呢吼，买去讲一挂诗文呢吼，来甲咱劝世，甲咱讲一挂，互咱了解。为什么咱即马徛伫个无常个变缘台？大家拢知影，人讲瞬间一变呐，吼，一个国家要变安怎，咱嘛唔知。吼，即马澳洲国家呢吼，会使讲是即马吼，咱讲大粒个、细粒个，甲一般个人呐，吼，拢是同款。那去染着吼，嘛是同款，就是爱安怎。哦，咱即马讲去倒位啊，拢爱避14天。来台湾也一样，去外国也一样，你来去都是要14天的吼。所以咱就是徛伫个无常的边缘台，这条命，唔是上天赐予咱，咱来保护好；父母生予咱，咱嘛爱保护好。所以咱免啊自证记忆，啊要安怎会当精心达到？这嘛是咧讲行诸怀空世间理呢，生老病死人生道，这一定的啊。所以讲，人的欲爱，都跟那僵尸同款，不要迷醉，也不要执着，然后家己去定调咧。
所以咱圣母娘娘就甲咱讲：贪嗔痴欲快脱离啦，看淡清，吼、哦，清开心心意，就是咧讲寂寞。点啊讲着三寂寞，叫做寂寞，世代大转化。啊，既然是三寂寞，叫这个世间的大转化呢，伊啊唤醒世人唔通贪迷啦。哦啊、所以说叫我们尽量怎样素食静心环保念，那就是一种天然蔬果啦、哦、简单、哦啊、我们可以静心静念，人如果没有顶悟、哦、人也没有悟念，自然我们就可以、哦、比较靠我都专心、哦啊、专心念处收目标啦、啊、如果没有、哦、我们也不知道、啊、现在未来要怎样、啊、这未来呢就看我们自己来去保护咱家己，吼、哦，要保护自己，也保护别人呐、啊。啊，咱讲别人染着，啊，咱知影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尽量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勤洗手啦，吼、哦，口罩也是平常时，咱来看到空气，吼、哦，伫这里吼、哦，咱讲密闭式的空间啦，吼、哦，坐车啦，还是密闭式的空间，尽量呢，吼、哦，一定吼、哦、口罩甲戴咧，因为吼、哦、咱即马外国呢。并无讲消减这个瘟疫，颠倒佫愈侪人染着，吼、哦，包括国家的政要、总统，就拢去钓钓，安尼你佮想，看这个社会呢，吼、哦，愈来是毋是吼，愈迫切，啊，咱愈来就愈紧张啦，吼、哦，每一个人的生命、身体健康，拢爱咱家己照顾，你讲是毋是呢？道德经内底，今嘛咱讲到这个《反复中》第四十篇啦，吼，第四十反复章。咱今嘛呢要来讲这个《反复中》，姜文天地消长之道呢，吼，啊，咱今嘛讲这个消长，《反复中》呢，反者道之动嘛，弱者道之用。这个反呢，嘛是讲是自然循环，生生不息呀、啊、吼。啊，既然是自然循环，生生不息，咱就是咧讲到，讲不能息化，不息化，不能挂机，吼、哦，吸机者气之精，息化气之动，精者退之用。啊，所以咱讲动者用于行，咱即马咧讲到反者道之动呢吼、哦。为什么是？反者道之动，都大道之妙。伊嘛咧讲有妙，有妙动，妙静之机；有妙动，妙静之机啦。吼、哦，就是咧讲，就讲人动之机，不因动而生，动之意以积极，动极而以静，静极动之机乃生因。故言反者道之动，天地之道。不反复，就阴阳不能消长。爱反复，阴阳才会当消长。所以，譬如就讲，咱这十月反于顺坤呐，吼。十月反于，吼、哦，咱得讲顺坤，国之之一阳乃生嘛。四月反于顺乾，夏之之一阴乃生，不但造化之理。又出反复，就是咧讲人的七情六欲。所以动呢，若不以静换之，即动念生乖，机心是妄，若看破处理，以智慧觉照之力，啊、哦，立妄归真啊，反静归性，消有一何念如之妄，一照变回，断不轻动中是行动乱我之性真啊！吼、哦，所以跟你讲业中作业，害我之天德。
行持日久，悟之性。自然呢，就咧讲到自然如深潭映月，悟之心自然如积水无波，到处天地泛之之力，即亦不同意。学道者呢，请弃书啦，就是叫咱爱想，吼、哦，要安怎去想这句话啦，吼、哦，想这句话。反就是咧讲自然循环，生生不息。咱人有这个强甲弱，那么咧讲这个弱者多之用，这句话呢，咧明示大道妙动之意，就是咧讲道居之动，不为以天时嘛，吼，不为以时，不息以气。不折物以失，不折物而失，能顺万物之情，不逆物而用，吼、哦，利终万物之性。吼、哦，咱讲委曲周偏呐，吼、哦，可为弱，弱就是咧讲，机用直入水火，水火而无干，啊，透，人讲透金蕉而无痕呐，吼、哦，所以讲讲体万物而不移，体万物而不贵。不以梗为用，而以柔为用，就是咧讲，就讲见军粮无修结，现在讲见军粮无修就是结。故曰弱者多之用，就咧讲春夏温和啦，吼、哦、啊，生灵万物会当灵生万物，秋冬冰热，积杀万物，温和柔也，冰热非梗。所以讲，不但天地之道，有处柔弱之用，人之处事呢，语言平和，就是咧讲到咱人呢，吼、哦，咧讲到修而不为，行事宽下，咧讲必以生存呐而不败，是知足之用，无事无物不宜啦。所以咱讲到这个吼，患者多之动，弱者多之用，大多有动静之先机无有啊。哦、所以讲万物生生不息、反复循环的道理是大道之妙动，嘛是咧讲着讲有这个柔甲微细，有这个推动的力量，而是大道的妙用。啊，大道有动静的先机，但是又动极规静无有啊。吼、哦、啊，有这个吼、哦、静极波动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阴阳消长的理啊。啊，讲阴阳消长，消长啊！你这个大道之动，吼、哦，能兴顺万物之性，这个静理作用入于虚无之中。啊，既然入于虚无之中呢，就入于实物之内嘛。啊，所以讲柔啦、微妙啦，无论是讲露出丝毫这个痕迹，环入夜山河，人文数理，咱讲一个山河，还是人文数理，生死轮回，天堂地狱。哦、因果报应、哦、无一不是道之动，无一不是道之用、哦啊、既然是道之动、哦啊、是说道之用，现在说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，现在说有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、哦、这呢也是在说到说天下万物该由太极阴阳的理去，有就是生嘛，啊、但是太极阴阳之理，就是由无极大道无离出啊。有有，啊嘛是爱为无，伫无离出，有离生。嗯，啊无中可以成有，啊有就天地一切有，其实拢是由众，吼、哦，咱讲众生的心念所感召出来，无同款的心。吼、哦，所以咱第一讲吼，有生亦无嘛。哦，就是讲无，就是无形无色，渺无之无嘛。所以咱今麦咧讲到性中不坏之元神，就咧讲到咱的元神。哦，以大道来讲，就是讲太极真正无，人讲真无之本体，是为造化之枢纽。所以品类内底面的根底，就所以讲渺有理嘛，啊渺有气，渺有动，渺有用。所以该无中发出，所以有生亦无。初中在讲的这个动静用分来这边记忆，就是在讲啥？伊在讲这个反复，啊、哦，过来就是在讲回风混合之妙，我在讲反复，所以呢，讲万物无不有啊，哦啊，既然是安尼，天地也不有，万物之本啊，综合而立，生化之基，综合而动，哦，这文言当中呢，在讲文中来的言有无，人知之亦可见，可闻。所以讲，入于万空之母，就是咱讲入于形色之有嘛。
安尼你甲听听就知影讲哦，为之食物有益有啊，有是为对，就是讲入于形色之有，无食入于远空之无嘛，却不知有形有色之中，更有妙无。所以咧讲着无形无色之中，更有妙有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嘛是安尼甲翻来，搁甲变过来，搁甲变倒去。咱人啊明白这个道理了后，反复之妙的原性。好、哦，咱就安尼讲，元性不灭嘛，元神自在，那元气自合，元精自固，元力自得，元机自动，伊会当打成一片无？会啊！啊，迄、那个即性命之全，就是讲，只要若合合做伙，就是性命有全嘛。性命之全是金丹可就的，所以讲哦，用道的人呢，伊的意，伊的气邪疏，心地的妄想。伊不但的心地妄想起迄个邪思呢，而且呢有这个强大之心，学习柔弱之智。啊，既然有强大之心，啊，佮有学这个柔弱之智，咱讲言语柔和，不可以人争强啦。凡事爱安怎劝退，吼、哦，唔当佮人处性，吼、哦，安尼讲千辛万苦昼夜不眠，拢是为着啥？为着妙无有，吼、哦，咱定讲。求妙无妙，啊，这也是讲你若讲规工啦吼，昼夜不眠，千辛万苦啦，但系要求一个妙无妙有的道理，啊，讲妙无妙有之理，为大五大特之人，才有诶，唔是叫你讲吼啊，暗时啊，总日时啊，总千辛万苦拢要去取这个妙，吼、哦，咱讲妙无妙有的道理，你要对吹。伊讲为这个大悟大彻的人，会当得悟真书骨破，就是讲得悟真书，这个骨甲你讲好破，而且骨若甲你讲好破，你就知影讲这动静体用的这个道理嘛。啊，所以咱讲人变啊，反动就用，反动就用，倘若不悟处理，只度外面的庄严，那就讲咱咧修，吼、哦、啊，衫裤穿甲足庄严的，但是内底无内涵。只度外面的庄严，不修性命实理，吼、哦，即性迷情妄，安尼哪有意思？安尼咱咧行路，行一个表面的尔吼、哦。所以甲你讲，失去真相之道，生死轮回陷入苦海，万劫难复本性。譬如咱人呢，迷失家乡，唔知影讲要安怎转的路，啊，这条路是为对转的，唔知。吼、哦，流浪在外，一世难求呢，迷又不速。伊甲你讲多劫多生呢，咱呢多劫就是吼生生死死死死生生，所以甲你讲多劫多生。吼、哦、啊，既然是多劫多生，有文有文见性之人看破世事，同意。吼、哦，即卖咧讲有生依无来对面，主事你甲参参咧看看咧，其中呢简单啦吼，但是呢这个文虽然无真复杂，但是咱爱去甲了解伊迄、那个。跨面呢，跨面呢就是道理啦。吼、哦，学道之书呢，心不轻忽。意思讲，这道理看浅浅啊哦，但是你唔能够当作中，啊这也无错。吼、哦，但是呢，人讲道妙显现，形容不尽啦、啊，不得顺顺逆。啊，就是讲爱豆豆啊看，吼、哦，唔是讲啊你个看这也唔是外深啊，啊那无三，所以讲。太上的讲义吼，伊咧讲这个反复中，最主要是要让咱知影这个理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理你也听，你若听有，所以该讲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伫咱这个讲无中，吼、哦、无中可以生有，宇宙天地一切的有，其实拢是由众生的心念所感召出来，无同款的心。变现出无同款的景象，以及世界，嘛是变现出无同款的家己。吼、哦，以道法吼、哦、来讲，虚空法界，吼、哦，伊讲可粗嘛可劣，像那讲可粗劣分啥，分做咱讲这么济这个界，内底嘛就跟咱讲地狱五鬼、畜生、人界、阿修罗、天界、声闻界、缘觉界、菩萨界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即马咧讲，全部即个众生心念所作用、所造成、所造化、所成就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咱伫咧讲即个反复中内底，甲听听咧，嘛是看看来了解。既然是
多之动弱者多之勇，安尼甲听。哦，咱的这个凡夫中来底，啊，甲看凡夫中来底，天下万物一生有，有生一无，安尼咱就知影讲，伫想法内底去感召的，所有一切道理，还是讲所有一切用，甲咱人的心有相应无？绝对有啦吼！啊，甲咱人的心有相应，那咱这道理呢吼，相应了后，你就要去参学，你就要去悟，啊，悟到了后呢，悟了你就知影讲，以后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家己所有的这个心思，你要安怎去行？吼、哦，咱要安怎去动用？吼、哦，动用咱太上道祖吼、哦、所讲的这《道德经》内底、凡夫中内底，为什么有凡有夫？吼、哦，这个凡夫，伊要安怎伫这个有甲无安怎去甲体用？那你知道了以后，吼、哦，安尼咱就足简单的甲这个道理悟会清啦吼，悟会透，可较安怎讲？听听的也是为心性的改变，为咱人呢吼，不管讲你得到道内底，你也无心开意解，根本这个道你也悟未开啦吼。啊，咱人也无坚持修持大道，这个大道你也行未脱啦，你讲是不是呢？进一段广告，慈莲毕生宫的咱的香品，香油款速茶、贡麻、小盘香、普灵灯，或者是讲哦，咱今嘛九月中阳，然后啊，到今嘛八月半已经过啊，吼啊，咱来讲一寡老大人，吼啊，咱做事事做囡啊，咱要甲买虫草王三高宝啦吼，啊是讲啊做张之王，啊是女性专用的，吼拢会使，啊咱来讲哦，咱的爸母啦。哦，咱老大人身体哦，啊，加减么个听杂，总是呢有好处啦吼。那食，你也感觉老人的精气神呢愈来愈好。焦点叶黄素现在有哦，咱讲有一个特惠哈，都、就是像咱以前安尼买两盒送一盒。哦，啊，咱的这个吼、哦，啊，一个吼对着咱这个身体吼、哦，咱讲白血。哦、有的人呢，几日工咧走便所，啊，走个走家吼，嘛走袂顺啦吼。啊，咱有这种吼、哦、六种菌种来对面呢，吼、哦，会让咱呢吼、哦、感觉轻松啦吼。啊，想去的时候，就三五分钟就解决了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在益生菌呢吼，啊，多美千益生菌，赶快嘛是买两盒送一盒。哦，每两盒塞一盒，啊，每两盒塞上一盒吼，安尼咱就加俗车900块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呢到这个九月重阳，九月这一个月啦吼，一个月，吼，啊，咱那是有赠送，就是二送一，啊，把握机会啦吼，把握机会，所以直接给咱做广告啦吼，啊，咱若有需要吼，何丽梅一组，今嘛呢是3900块，赶快的上眼霜，啊，佮有上一罐吼，咱的这个哦，洗头毛精啦吼，啊，咱的洗头毛精是哦，咱的茶树精油，啊，所以讲，咱那是讲边边时啊，咱有咧抹，咱有咧洗何丽梅的物件，也是咧抹何丽梅，吼，咱就佮买一组啊吼。啊，甲用一个赠送哦吼，嘛是同款呢，即马算一个活动啦吼，算一个活动，所以一组同款3900块，佫加一罐吼，茶树精油啊，佫加一罐吼，咱的这个眼霜啦，佫加一片吼，这个抹啊，吼咱讲，吼咱的面呢吼，滋润的吼，咱的面膜啦，吼咱试用啦吼，啊，以上这拢是广告啦吼。咱若要结缘，咱直接敲电话5916045。啊，昨天毕生讲香品呢，我相信讲二十几年啊，唔免讲，咱嘛知讲吼，咱用的拢是吼啊，真材实料的物件。啊，所以讲用咱的香品，吼、哦，咱内底面袂分到乌色色。像晋江呢，咱就师姐家己开车吼、哦，啊来买香啦吼。伊讲恁的香我用足久的啊，吼、哦，安尼啊内底面安尼拢干很干净啦吼，伊、哦、种非常好。
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伊家己来提，吼、哦，伊讲家己来提吼，啊，我过互恁加送一斤啊，那真歹势，我没有关系啦吼，因为咱减少代用的寄送费用，同款吼，互大家优惠一下啦吼，啊，顺缘啦吼，啊，就来拜六帮妈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妈来，啊，来教咱的。都做母娘，加咱的观世音菩萨，吼、哦、啊来，那我心结心缘啦吼，啊咱后来请香，嘛等于讲啊来到慈天必生宫来站一下香，那也很好啦吼、哦。来，咱甲广告简单啦吼，以上这拢是广告，咱啊需要服务免客气，加上慈天必生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啦吼。诶、哦欸，今日拜一，咱啊有叫的，这几天有叫的。吼、哦，啊，咱阿未寄出去的，今日个寄，阿、啊、明仔应该收会到啊，吼，所以直接甲恁讲一下呢，来感恩啦，吼、哦。来，咱的师兄呢，讲要听九天母娘，但是这块我暂时找无，我今嘛就甲恁安排这块舞蹈啦，吼，舞蹈，邀请咱的道亲做来收听这块舞蹈，得寄来师兄，咱嘛做来欣赏这块舞蹈。
现在所收听一段母娘的心曲母道母道，因为我们这一点钟的时间可以听三五分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母道有人在讲说道教的法术、道教的法术有什么用，有多大用处、为什么有用，为什么道教的法事为什么会有用呢？我们以前在说到红头啦、道书啦，还是说我们在说到这种正科正法的科仪，道教的科仪俗称叫做道场做法师、有严苛的科仪，譬如说祝寿庆贺啦，再来就是祈福养灾啦，就消灾解厄祛病延寿的祈保平安的下神定愿，这些都是、如果是说还有游客的科技呢、游客的科技就是超前心灵多蒙先锋、叫做人多实实，所以顾名思义啦、不同样的法师主要功效是不同样的，法师主要分为两大类啦、两大类，一类就是在说祈福求好、就是在说求好运的叫做祈福，一种就是消灾治厄运的、就是在说咱说祸事法师相关内容的这个解说、只有说有的人普遍了解一丝丝啦而已、有的人呢、就会去了解说有很多信众应该都要看过、有看过就这个法师的现场，法场当中呢说身格飘飘众人吟唱，高公法师头戴五罗冠，说身披绚丽的法衣、这法衣的讲究也很多啦、这科仪有很多种啦、我们做科仪时而名师默念、还是说车坐步公啦、当然啦、咱说外行人看无啦、有的人说、外行人看热闹，内行人看门道啦、不过这其中呢、咱这道门、道法道术、咱说深究的有研究的、简单啦、咱说高功的作用一定就要咱去看跟看清楚，说这高功为什么要有高功、道士能上坛行功主要是在先界与 入主的、就是说咱有造诣的、这种高功它有这个诣，这个高功呢，它具备着沟通天地的能力、有这个能力啦、它才会使，所以说从而可向上天神灵传达、所以咱说这所有众生的这个意愿啦、这个法师开始需要高功法师、有这个标文、这个标文上标、这一定爱的、所以说心灵跟咱这个标文啊，等于是沟通的桥梁。所以有的人讲吼，咱伫这个信件、信表、表文内底、表同内底，要入高公呢嘛，就爱安怎？爱用密术兴法，这祖师建立这个联系啦，这个联系。咱讲分享这个分表的时阵呢，要禀告这个祖师，到底是什么款代志，有什么款的理由，所以咱要做这个代志。所以咱不管讲信，正讲看到这，你就知影讲吼，这神仙大德吼，要沿途啊一寡问题代志，像咱咧不管讲是咧做吉安礼道啦吼，那吉安礼道慈天必生公呢，为九月初九开始以后，就拢总有人在报这个吉安礼道法会，咱讲吉安徛道，吉安礼道所有的咱咧徛这个道科，咱嘛是就爱有高公法师行文上表。这呢也是同样，咱对面对咱要做的这所有的这工课，咱有照古早的科技这样来做，就能将咱一张法师呢把做的真圆满，所以咱要替信众做这个消灾啦、解除厄难啦、所以人说拜到祖元神、拜到风萧人、拜到风车官，拜到有真济好处啦，所以讲道长心灵处理，咱做一张法师，先要经过咱讲这所有的这，咱讲安排工课，有一寡所有要做的工课，这高光法师的德行嘛足重要的，
啊，过来就是讲高公法师，吼、哦，咱本身呢要做科进前，那、啊、咱都爱斋戒，吼、哦，斋戒，吼、哦，要斋戒，吼、哦，明师斋戒，所以讲修道人就对祖师爷一定爱心怀敬意。这历代这个尊师呢，吼、哦，伊伫咱这个吼、哦，咱讲在关照。当然啦、啊，咱拢当然有请到祖师爷嘛吼。安、哦、尼做啥物工课吼、哦，法师拢一定有请到祖师爷。吼、哦，也、啊、是讲吼、哦，咱要做这个吼、哦、啊消灾啦、灭罪啦吼，也、哦啊、是讲做吼、哦，不管讲是做足油的吼，或、哦、者是讲做油科的这个工课，拢总是爱吼、哦、高公法师，也是这导师呢吼、哦，一同才有法度完成的工课。所以咱讲福报呢吼，也、哦啊、是讲咱咧做啥物任何的代志。要安怎当去承担部分啦吼？即大部分的这个灾厄要转化吼，然后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平安啦吼。所以呢，咱讲到这個，所有每一场的这个法事，拢要有积德行善啊，积累福报啦吼。另外呢，吼就是讲法事帮咱解决了问题。如果咱来讲，佮继续吼，咱来讲啊，今日今呢吼，这个福报咱来亏损完啊。哦，上天你嘛无要过好你，所以咱人吼，那讲不管讲你做啥物代志，拢爱以善心为主，努力啦吼，祈福，吼求祥嘛，就是讲祈求平安。按即嘛，即嘛呢，咱唔只是讲要远离灾祸，吼要祈求祥福，吼咱讲祥福啦吼，就是讲吉祥平安福报。自身的努力跟善心呐、啊，吼，就是很重要。吼，唔是跟他讲吼，啊，我都钱开开咧，吼，啊，恁家做得好啊，吼，不是这样子吼。有善心的人更加有善心，所以为了我们可以吼心想事成，生活更加健康美满，吼，家庭大小平安。这嘛就是啊，咱平常时啊吼，咱有咧做功德啦吼，啊平常时有咧做一寡科仪啦吼，咱定咧讲做科仪吼，唔是讲吼咱有咧做，嘛就爱安怎？平常时啊有咧上经啦吼，像慈天必胜宫咧，咱你若有直接参加拜道啊，你礼拜时啊吼，咱讲密日啦吼，密就是七天一天，七天就是。第七天叫做密，吼，啊，这密日呢，咱就是有上这个五道经，吼，啊，这个延生妙经，吼，这所有的参考，过来就是爱做一个，吼，咱讲消灾的工课，吼，所以咱在做的这，吼，咱讲经，唔是讲我今日吼啊参加拜道，啊，就拜道一届，啊，上经上上的，啊，表文烧起哩，啊了就无啊，吼，咱的道叫念道。啊，念道就是讲，藏伫咱慈天必胜宫的母娘的身躯边，左右吼、哦，有咱的道路元君、五道神君、四灵是十八小神君，吼、哦，咱有南道祝福、北道消灾嘛吼。过、哦、来就是讲吼，伫、哦、咱的大殿内底非常的庄严啦吼。啊，咱拢这个道呢，道青拢在移转，啊，拢有伫咧有这个有伫转动啦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咱啊伫慈天必胜宫徛念道的吼、哦，我相信讲大家呢。哦，看到拢知影讲非常的庄严，咱有照着这个鼓励啦吼，来做这个道场道科。所以咱讲这个道教科仪到底有什么款的法力，是爱圆寂，吼、哦，就是讲每礼拜密日，吼、哦，咱就是上经啊吼，密日上经，密日上经，吼、哦，啊咱拜一个年道，就是为旧年吼、哦、十一月下道，搁徛道去哩。啊，咱讲拜道一定拢是一十一月吼，到咱到明年的这个年运，这个道就是徛起哩。吼、哦，伫十一月主月徛道是上，咱讲上盖好个啦吼。徛了就是一年，啊，甲咱这个今年的年底，可别讲你旧年十一月徛道，今年伫十一月，咱来看个下道，吼、哦，了后再个安心道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慈天必胜宫的刀科刀场啦吼，也使讲大家呐去哩，大家都阿罗赞叹啦。尤其是咱每礼拜的这个日日，拢有上经吼，有甲咱家所有吼参加拜道的这道亲的吼，啊来个做一届吼，这个人讲吼每礼拜吼有这个经文啦吼，啊来吼，和咱的这个刀场呢，吼更加庄严，更加有法力，吼更加会当消灾。爱当立福啦吼，所以咱咧讲到这个道拜道，
咱那是讲啊，会使登记哦，嘛是会啦吼。咱那以前有登记的，你都号码拢变的，啊，你都甲咱的这啥，甲咱的啊公务人员讲者，讲我赶快继续，吼、哦，我赶快要去拜道，安尼就好啊。来对面那个加生婴啊，吼、哦，查甫啊查某，咱就去爱去甲。甲咱的公务人员讲一下，爱个甲添丁咧，就添丁啦吼，添粮吼，也是助风啊，拢总会使。洗查甫查某拢会使，佮好少年咱的到来底面啦吼。今日呢，咱节目呢，啊，就讲来到后壁段，咱就来做一个回向。愿你今日所讲一切功德，回向所兄弟姊妹，世世安稳，常欢喜，消冤解业，心清净，身体健康，灾难除，家安如意，事业顺，得主合正，功名成，所求事项皆如愿，身亡超生，转安乐，法界众生得离苦，一处度人正善因，今世慧开福绵延，无量寿佛太上感应，无量慈悲，感恩无量，无量感恩，而且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合家平安，事事吉祥。